去年我们处理了386个景区。与此同时，对不遵纪守法的违规操作的一些旅行社也进行了整顿，去年是处理了1000多家企业。今年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之上啊，还要加大力度，继续抓重点地区，然后公安、工商、旅游等等部门一起上阵，对重点地区和重点旅游线路进行重点的整治，这个我们叫春季行动。所以我一定要把话说清楚，第一个基本的估计，不是中国公民出境就不文明，我们出境突破了1亿人次啊，1.22亿人次啊，那相当于几个国家的规模啊，从这个比重来说，是吧？你还是可以理解的。第二条，即使有一例不文明的，作为主管部门也应该抓啊，我们要我们啊更多的公民啊出游啊，注意当地的风土人情，注意文明、礼貌、和谐谦让。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呢，在“十三五”啊，将面临这个重要的黄金期，将为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呢，做出更大的贡献。中国的国内出游的人次将继续这个大幅度的增长。我们今年将要突破48亿人次，就增长超过10%。就是国内旅游的收入也相应的要大幅的增长，将来要突破5万亿。坚决的处理现行的这样一些案例，发现一起处理一起，毫不手软。接着春季行动结束以后，恐怕还有夏季行动、秋季行动、冬季行动，那连续的进行，就是让社会的更多的成员，甚至说每一个成员都能分享到旅游发展的红利、旅游发展的机遇，而不是仅仅由旅游企业来独享。